萨陀波伦是一个初发心的菩萨，啊，也就是要成就佛果修般若波罗蜜。有一天他自己在进行的时候，由自诚心所感呢，就闻到空中有声音告诉他，要他去亲近供养檀摩羯菩萨。说檀摩羯菩萨生生世世是他的善知识，这位菩萨是在离他所住的地方有500由旬的众相城。这位萨陀波伦菩萨听了就很高兴了，那就准备起身去听法，去供养善知识。但是，一般的常规，你要去到善知识那去，不应该是空手而去呀。虽然檀摩羯大士不需要这些供养具，但是你空手去，自己也不欢喜呀。所以常规还是得做供养，以供养具表自己的恭敬心。但是他又没有钱财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他有为法忘躯呀，他就准备把自己卖了，卖身得财做供养。那你说一切财物都是外财，自己身体是内财了啊，他把内财能舍的也舍了，觉得自己无量劫以来为了欲望，为了不没有价值的事情，都献出都自己生多少生命，这些为了求无上的般若波罗蜜法故来卖身，他也是心生欢喜，他就到大街上就说就卖自己，卖自己那就是谁需要人谁需要人，我把自己卖了啊。但是这个魔王波旬一看到他发大心卖身得财供养，那魔就不高兴了，他就要来做障碍了，用魔力所蔽，让这个他卖身的声音让其他人听不到像这些集市上的婆罗门呐、居士啊，都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但是唯有一个长者女，由于续世的善根故啊，哎，她不被魔力所障蔽，她听到了，也看到了，但是她开始没有注意。这时候这个尸体还阴就是第十天呢，就来考验她，说你真的就能够做到这一步吗？这个第十天就变化成一个婆罗门，说你要卖身好啊。他说我现在正在祭祀天神呢，我也不需要你什么身体，我只要你的血、骨髓和心，要三项东西来祭天。这个萨陀波伦就很高兴，好啊，终于有一个要可以卖的可以卖出去的。那个婆罗门说你需要多少钱呢？那个萨陀波伦说随你意给，你给多少就是多少不跟你谈价格所以这样呢，说完之后就用尖刀破自己的左臂，出很多血，然后要肉的话就在臀部割肉，那进一步要敲骨啊，把那个骨头敲碎，取那个骨头里面的髓，那真是动真格的了但正好那个长者女正在楼阁上，就看到了这一幕，哎呀，就觉得这个怎么一个人拿着尖刀自己伤害自己身体呢？他就赶紧走下来，问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是这么伤害自己？为什么？这位萨婆多人说：“我是为了卖身得财，去供养檀摩羯菩萨。
那这个张正经说供养他有什么利益呢？他就说了很多利益，说供养昙摩诘菩萨，他能为我讲说般若波罗蜜，我得般若波罗蜜法就能够成就佛的十力四种无畏啊，32相八识随心好，我就有能力度众生啊，说了很多的利益。哎，这个长者女也很有善根，一听到这个，哎呀，你能得这么大的利益，难怪你要可以这个卖血、卖骨髓呀，这个卖心脏啊，他说这值得，但是你不要伤害自己，我家里多有珍宝啊，这个什么供养具都有，我向我父母禀白下，你的供养具我都可以给你。甚至我也带着500个侍女一起跟你一起去供养昙摩诘菩萨。哎，这样一说，这个第十天是变化的，他也恢复了自己的本形，他真的看到这位这位沙陀波伦为了求法过是动真格的，就赞叹他。也为了表达他的真心他就把他的割的肉什么的，让他平复如初，而且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这样的一种情形，说明这个去供善知识、供诸佛菩萨是很有必要的，是很有功德的。